开始多怎么对我说。对，阿信真的是，我觉得他真的是很讲义气。二十周年，我觉得最想要就是跟之前不一样，但是又很难不一样。上个巡回点歌趴已经是很丰富了，怎么样超越？这一次就是不让大家点歌。我其实每次在写歌，我是对歌是很有自信。比如说写歌这件事情，我说这个一定中，跟阿信这合作一定哇很好玩，很有趣。我都还没有跟你们聊过这个，没有。阿信真的是，我觉得他真的是很讲义气。有一次，这聊到以前，有一次也是金鱼奖，是你帮我领。对，然后网友不知道讲个什么，然后说啊，我怎么自己不领或什么，还什么，然后阿信就帮我讲话，哎，帮我讲话，我就觉得，那从那时候我就觉得，对，就看在眼里这件事情。我的朋友几乎都是超过十年，认识超过十年的朋友，我其实很少会交新朋友。那像萧敬腾那种都是自己要靠近的。是我不在的时候，他也在那边拉拉，是逃打，逃打，是不是？逃打哈，这晚辈还敢跟我这样，是不是？他以为他现在是前辈了，是不是？他看到林俊杰，他要叫声哥呢。林俊杰还是歌迷呢，哎，不要开玩笑，真是长幼有序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人是因为我觉得打球，然后 IG 开始，然后跟 JJ 也是。那一次是即兴的哦，真的是很即兴的。他也不知道，我也没有事先说，哎，我们以后来做一首歌什么，没有，我们都没有这样做。我直接真的，我就传给他说，哎，等一下要不要来唱一下？然后他就说好啊，什么这样？他先去颁个奖。颁什么？金属金曲奖。哇，我这音乐人怎么都会跟金曲奖？这么脱离这么远，因为没发片，他就说颁完奖，他真的颁完奖，他就开车来了。一般人都是，如果要合作，我唱一段，你唱一段，我唱一段，你唱一段，我们来试试看，就是整首前半段都是我唱，人家不知道你要出现。他说好啊，这人怎么怎么，那听一下，我们就配唱，歌曲就这样诞生了。然后我们就说，哎，我们去拍个 MV 这样，那找你熟的导演。在这过程都不能先被发现，不然就破梗了、真的，这段时间是很难熬的，就像怀孕不能讲，是吗？很难熬，出来大家傻眼。好，萧又来一句，哎呦，他们套好的啦，你也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，他们都是效果王啊。这怎么可能是当下决定的事情？那一定是串通很久的。他们一定是讲很久的，真的这么临时啊？是说是撞的，然后说那也是，不过就是新闻稿。所以你一直阿信不做效果？他们都效果王啊，这完备，是干嘛的？反正就是好玩的、啊，我自己觉得很好笑，觉得就是哎吓到这个 JJ 啊老肖，我都没有讲。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跟阿信的秘密，就是二十年来的第一次合作。